最近台灣的芋泥甜品好像芋泥三文治咁，都好受香港人歡迎。今日我又找到一間蛋糕烘焙店，學做一下呢一個抹茶芋泥流心蛋糕。Let's go！真的好靓，好似草原一样。等我切开去睇下系咪流心嘅先。蛋糕嘅抹茶味好重，而且饮埋中间嘅流心芋泥咧，成件事都非常之夹。除咗抹茶芋泥蛋糕，仲有其他花艺蛋糕烘焙班选择。今个暑假快啲约埋朋友一齐嚟整蛋糕啦！